小伙子，这姑娘等了你好半天了。情侣间啊，不要冷战，有什么矛盾放在桌面上说开了，你躲着她干嘛呀？奶奶，没关系的，我知道她一定不是故意生我的气的，对吧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演完了。对呀，对呀。于小姐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庄教授，你是搞学术的，应该知道做实验失败乃是常态，哪能这么轻言放弃？那我之前给了你那么多次葡萄，你都不收，是不是想多见到我几次啊？收了就不用再见到你了。不是哦，收了代表你既往不咎，以后和我共同面向未来呀。我和你既没有共同，也没有未来。那是我的葡萄干吗？还好今天起得早，仙巴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看见。这不是体校吧？这么老早就有人练功了。素颜怎么见人？把我门关好。怎么开灯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工作的机会吗？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。哎
人类就爱说些奇怪的事。男孩心想，有时候羊群远比人类好相处，因为他们不会说话。更好的是与书独处，书只会在你愿意听的时候才会说些奇幻的故事。可是当你和人交谈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说些让你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的话题。你怎么又？嘘！不要影响我捕猎。那你下来。我找到了，你就是我的猎物了。闹够了没有？都快一个小时了，反应该过去了吧？反应？我知道了。你有毒吧？你才有毒。我没有毒。放心，就算你有毒我也不怕的。虽然我不怕毒蛇，为什么那么想吐啊？试试。